这俗话说，笑一笑，十年少。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呢，多听听滑稽，多听听清口，保持笑口常开。国内有句名言，叫说造，错山海关都是造本山。哎，这话我真听说过。还有一句是进上海城，就能看前程。哦，那就是说我们前天看了钱程老师的演出，就会有锦绣前程吗？是的，要想生活丰富多彩，那就跟钱程老师一块儿笑口常开。钱程老师啊，是上海滑稽界的领军人物。那是做语言艺术的。是下面啊，上海舞蹈团的演员们要为您带来的是优美的舞蹈，请欣赏。2015年金奖获得群舞天域领舞。是上海舞蹈独舞演员邓韵。下面这个舞蹈呢，表现的是藏族的少女们在湖边接受天域的洗礼，感受神明的庇佑。Now please enjoy the beautiful Tibetan dance, Heavenly Shower, performed by 邓韵 Anmo. 请欣赏。